好，阿昭特地为你留着的这个爆虾饼，你要打开口罩才能吃啊。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大块哦。来，你干嘛拿那么紧？你拿出来就好了，拿出来，宝宝就可以看。拿给爸爸看就好了。哦，天哪，还太大片了吧？好大片啊！来，我看一下他的照片。哦，很像哦，很大片。好，那你吃吧，看看是不是很好吃。连袋子也跟着一起大了。阿昭问你好不好吃，他还没吃，他不会进来。好吃不？你要谢谢阿昭哦，阿昭留着的，阿昭没有留你就吃不到了哦，知道吗？我这么老的。爸爸，我给你吃一遍看看。好，谢谢。